元标题，清朝八旗，谁是老大？八旗制度是清朝独创的兵民合一的政治、行政与军事组织，出征时用正黄、正白、正红、正蓝、镶黄、镶白、镶红、镶蓝八种颜色的军旗以示区别，所以又称八旗。其中正黄旗、正红旗、正蓝旗、正白旗为纯色，镶黄旗、镶白旗、镶蓝旗为正色镶红边，镶红旗为红色镶白边。起初只有八旗满洲，后来被征服的蒙古人、汉人编为八旗蒙古、八旗汉军，共24旗，但其核心还是八旗满洲。八旗制度始自清太祖努尔哈赤，完备于清太宗皇太极。清入关前，八旗本无高低之分，但只有镶黄旗满洲属于皇帝本人，镶黄旗除了皇帝一支，没有其他宗室。后来皇权进一步加强，正黄旗与正白旗又归皇帝同属。顺治七年1650年，多尔衮死后，顺治皇帝福临为了加强对八旗的控制，对八旗的顺序进行了调整。此后由皇帝控制的镶黄、正黄、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，由诸王贝勒统辖的正红、镶红、正蓝、镶蓝、镶白五旗称为下五旗，有清一代始终未变。清朝明确了上三旗比下五旗地位高，上三旗是皇帝的亲兵，担任禁卫皇宫等任务，下五旗驻守京师及各地。但是上三旗的镶黄旗、正黄旗、正白旗地位谁最高，就众说纷纭了。要讨论谁是老大，谁的地位最高，不妨跳出八旗本身，自能拨云见日。清朝的台旗制度就是帮我们甄别八旗谁是老大的一条门径。台旗是清朝政府改变皇亲、贵族和功臣的旗籍，以提高其地位的一种制度。一般是包衣奴才汉姓改变为八旗汉军，八旗汉军改变为八旗满洲，满洲下五旗改变为满洲上三旗。我们先看下表，上表中台旗入镶黄旗满洲的五家，均为外戚皇后和妃子的娘家，地位之尊不容置疑。台旗入正黄旗满洲的五家，有三家为外戚，两家以军功军为皇亲国戚。乍看镶黄旗和正黄旗似乎没有可比性，但是我们把慈禧太后和她的族人台旗的情况比较一番，高下顿现。乾隆十三年1748年，慈禧的老姑姑皇贵妃那拉氏的娘家由镶蓝旗满洲台旗为正黄旗满洲。同治元年1862年，咸丰帝在热河病死，慈禧把自己的娘家从镶蓝旗满洲台旗入镶黄旗满洲。乾隆时慈禧的老姑姑是皇贵妃，所以只抬入正黄旗满洲。同治时慈禧已经是大清的实际统治者，所以将自己娘家从镶蓝旗满洲抬入最尊贵的镶黄旗满洲。汉军的台旗中年羹尧、李世尧分别从镶白旗汉军和正蓝旗汉军抬入镶黄旗汉军，田文镜则从正蓝旗汉军抬入正黄旗汉军。台旗之时，田文镜的地位和军功远不及年、李二人，故只能入正黄旗。可见镶黄旗比正黄旗地位更尊崇。阿贵、关文以军功抬旗入正白旗满洲，他俩的地位和抬入镶黄旗、正黄旗的各位主法比拟，我们有理由认为清朝八旗当以镶黄旗为最尊，正黄旗次之，正白旗第三，下五旗则没有明确的座次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